你觉得自己现在还算一个农民吗？农民，我觉得我算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。我的工作其实还是自媒体短视频创作者，但是又没有脱离农田农活。对啊，当然那个是我自己喜欢的嘛。我可能我以后都想一直能够长期的住在农村里面，能够有我自己的一个小天地，不被打扰就挺好的。